这是在每天早晨用来积极和肯定自己的冥想，可以帮助你在工作和学习当中一整天都更加顺利。过程中只需要专注的聆听，让这些思绪进入自己的内在就可以了。闭上眼睛，缓慢地做三个深呼吸。吸气，慢慢地吸入；呼气，感到慢慢地安静和放松下来。再一次吸气，感受到气息流入。呼气，感受到内在的气息，呼出并放松，更多的能量进入内在。吸气，深深的吸。呼气，放松下来，进入内在。感谢又一次让生活重新开始，感谢肺部充满着新鲜的气息，心跳更稳定的跳动。感谢今天有机会，让我在接下来的24小时，让自己能做一些了不起的事。我选择充分利用今天，我让我自己的思想充满积极，我让我自己的态度充满活力。我提醒自己，我专注于我的意图，我提醒自己我的目标，我相信我可以达到我的目标。达到我心中的愿景，我提醒自己取得成就，并引导我自己的专注力，专注今天。任何时间，我都充分的利用。我会充分的利用
接下来的24小时，我感谢我的身体，我会善待它。好好的饮食，好好的滋养，很好的照顾、锻炼和伸展。使它放松，使自己更健康。我感谢我的心，我的头脑，致力于学习和运用新的知识，新的信念。我帮助自己反省自己，帮助我对自己负责，保持谦虚与和谐的谈论。我今天爱自己和爱他人。今天我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积极的事上。我放弃任何浪费时间的想法，并且放下过去。对于未来的恐惧和焦虑，我放下恐惧。我专注在我可以处理的心动以及想法的选择上。我专注在我的反应以及我的意图。今天我会花时间记住我所做的任何大小事情。任何事都值得我自己欣赏，任何事都值得我感激他人。感谢我有自己的时间，可以独自思考。帮助我平衡思考，平衡理性与直觉的引导。澄清自己，而不是随意地跟随众人。提醒自己，为自己加油和打气。我感恩我今天
所拥有的。我会好好的利用时间，我很感激在这一天里，我运用了内在的潜力，我会好好的利用时间，专注于我的思想，我的行动，我的意图。我能灵活地适应生活中出现的突发事件。我朝着我的愿景努力前进，保持坚强，忽略干扰，让别人消极的想法只是一闪而过。我拒绝满足我的怀疑，我的沮丧，今天我要成为最好的我。我调整于思想和身体，我调整我的精神，我准备好我的今天，我准备好了迎接我的今天。好，今天的冥想就到这里，慢慢的深呼吸，吸气，让自己回到当下，呼气，你做得很好，祝福你有顺利的一天。